混石海系第52集。师祖，有一个叫七彩麒麟神的家伙把象神杀了。象神是我二哥，你要替我二哥报仇呀。七彩麒麟神现在在哪？直接说地点。为师祖，七彩麒麟神现在在星光宇宙钻石海系 M28 星球，他徒弟金神结婚，他去喝喜酒。我这就去杀了七彩麒麟神。大神稍等，大神顺便把七彩麒麟神的徒弟金神也杀了吧。金神那小子我看他不顺眼，那小子曾经抢过我的神器，不过后来神器被我拿回来了。对了，鱼神的神器还在金神那小子手上。金神曾经说过我们光速宇宙的神太菜了，金神太嚣张了，大神帮我们出出气呀。什么？金神这么嚣张，敢说我们光速宇宙的神菜？金神死定了。走去钻石海系。师祖，这位就是七彩麒麟神。现两圈杜氏神器去，你徒弟金神在哪里？闪电领域魔法阵去。你们是谁？找我徒弟何事？我是永恒鹿神沉睡之主，我要杀了你。蓝天花开领域现两圈圈锁。完了，幽灵花刀隐世神器碎了。完了，我动不了了。区区500万级而已，你要陨落此地了。沉睡气泡去。护盾符，师父我来救你了。多彩烟雾领域花叶瓶吸收伤害力精神力65段。激光雨，你怎么会有花叶瓶神器？花叶瓶是我们光速宇宙至宝，你是谁？这家伙就是金神，大神快杀了他。原来你就是金神，雄心暴胆了，竟敢偷我们光速宇宙的神器，今天你必死。杀你取瓶。叶子领域冲击波去。激光雨，转移符，想杀我师父做梦。爆炸符，晕符，锁符，说话怎么这么难听？这不叫偷，这叫拿。谁能解开封印，神器就是谁的。几只小苍蝇，这里是我的地盘，不要在这里撒野，快快滚出这里。好家伙，竟然是一名六品符师。现两圈去。花开绽放领域精神力十段，隐身术，好家伙，3000万级，想想办法，硬打是打不过。他发出的技能伤害力太高了。金永恒鹿神在打过去的精神，你不去帮忙吗？轩不用帮的，金神需要成长的，我不可能一直帮他的，他需要升级的，他是挨打骨骼，多打架升级快。青狗头神是卧底，你为什么不告诉金神？我告诉他了，但是金神跟我说他知道青狗头神是卧底。跑哪去了？隐身了。这小子技能还挺多。飘落花朵领域寻找术，找到你了。现两圈圈困沉睡之术。什么鬼，我动不了了，发不出任何技能了。3000万级的大神果然厉害。圈困可以困住一切，沉睡之术可以让你所有的技能沉睡，也就是说你所有的技能都发不出来。精神，你太菜了，你不配做我的对手，你才2300万级，怎么可能打过我？是时候该结束了。激光术，去死吧。哈哈，我挨打经验值又满了，我又升级了，我现在3000万级了。哈哈，我的福利也升级了，我现在是十品符师了。40金刀开启三技能瞬间增加200万级修为十小时。3200级，你不是我的对手了。多彩烟雾领域多彩烟雾爆炸符，好强的神力。什么，你是挨打骨骼？这还怎么打？不打了不打了，打你就是帮你升级了，我又不是傻子。多角马呢？那家伙早跑了。多角马打架不行，逃跑第一名。传送符来，徒孙快跑，这小子我们打不过。别跑呀，来打架呀，跑得还挺快。我感觉永恒鹿神那个呆瓜一定打不过金神，金神那小子一打架就开挂。哈哈，36计走为上计，逃跑可是我的绝招。多角马，你干嘛去？永恒鹿神在打架，你为何不去帮忙？我在逃跑，看不到吗？打不过金神，怎么帮忙？我不想在那里等死。永远红狼神，不是让你下毒，毒死参加婚礼的神吗？毒下了没？毒是下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一位神都没死。未完待续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可以点个关注吗？谢谢了。